我的意思是，我得知道我要雇的摄影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这和工作有关系吗？有。我得了解我雇的人是不是我可以相信的人。当然了，你要是不说也没关系，没人逼你。就像没人逼我非用一个我不了解的人一样。好吧，我呢，出生在一个军人的家庭，从小在北京长大。大学毕业以后去了深圳，结过婚，又离了，现在就我一个人。那你父母呢？去世了。对不起。没关系。我现在算是你愿意相信的人吗？楼上有两间摄影棚。哦。这是咱们的会客室兼休息厅。哎呦，真不错，真不错吧？啊，这有两个摄影棚。哦。哎，老板娘。哎，这是咱们的发型师。哦。觉得怎么样？好，什么怎么样？你说这地儿还是人啊？新造型都包括了。地儿确实不错，就是这魔头有点俗啊。走吧，别影响他们。我刚才看你像老板，现在看你怎么又跟小孩似的？哎，你可别用话哄我啊，你还没开始工作呢。哎，听你这口音，你是北京人吧？对啊，我父母都是军人，我从小在北京长大。哦，不过我可没离过婚。妹妹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就觉得挺好玩的。刚才呢，你让我介绍我的过去，现在你又说你的过去，我觉得好像咱俩在交换什么。不是交换，是互相了解。我明白。那你明天就来上班吧。你觉得工资还行吗？行，谢谢老板啊。我希望你在这儿工作，以后的价格会比这儿高。我明白您的意思，如果要比现在低了呢，我就自动滚蛋。你还算是聪明。猜我猜得那么准，其实也没什么倒霉的事儿，只不过是我把老板又给炒了。不新鲜，又不是第一次。哎，你怎么就不能关心一下我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啊？不关心，记着每月给儿子寄钱就行。方方同志，我们离婚的时候我把所有东西都给你了。你要是不想给儿子寄钱就算了，没关系。
我不是不想给儿子寄钱，我是想。你想什么？我不想知道。还有事吗？没事挂了。放吧。能让我跟儿子说说话吗？儿子没在家，出去玩了。他在家，我都听他打游戏机的事了。霍青同志，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你没有权利剥夺我跟儿子，你不能让儿子没有父爱吧？我跟你说了，儿子不在家。他在家。大爷好。哎，有我们医务室的信吗？医务室的。好像有封王大夫的信，您给您给找找，你找找。哎，对了对了。嗯。大爷。嗯。那个，这是国清的信，他被调走了，我帮他拿到那个人事部去，好吗？行，嗯，你给带上去。那我走了，谢谢大爷，再见啊。行。小王，我去过电视台，想知道点情况吗？什么？说来话长。嗨，我还是简单扼要的说，我呀。见到那个梁薇薇，他去录节目，给我那个同学在旁边聊天，我就一直观察他。怎么样？你说我就理解不了，像你们家杜振，他怎么会喜欢这样的女人？你看你这么端庄的，他听说啊，他为这个梁薇薇啊费了不少的劲，现在正准备从外地。调到电视台。哎，小王，哎，小王，你怎么了？什么事？头晕。哎呦呦，哎，小王，来来来，你喝点水。小王，来来来来来，喝点水，喝点水，来来。啊，别上心，这种事儿，别着急啊，别认真啊，别上心，别上心。哎，喝点水，好点没有？心慌。哎呀，那到我屋里歇会儿去吧，别在这儿坐着了，走走走走不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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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这怎么了？这是啊？这小王有点头晕，我说让他上我屋里歇会儿去。走走走，都歇会儿去，走吧走吧。这是老马说的对啊，你得歇一会儿，走吧，快歇一会儿，不舒服了是吧？走走走，歇。哎，这岂有此理！你先到床上躺一会儿。好，不用，我那儿坐一会儿就行。好，坐，给你倒点水。来，喝点热水。谢谢。谢谢陈岩。谢什么？谢你帮我解了围。马尔福他吓了我一跳，我以为你们俩打起来了，还是不舒服是吧？刚才那阵儿觉得心特慌、头晕，现在好多了。脸色还是不好，要么就到床上躺一会儿，休息休息。不用，这样靠靠挺好的。刚才马尔福说他看见那个女的了。哪个女的？就是和杜振好的那个。哎呦，
这人真他妈讨厌。他是想帮帮我。屁！我不知道怎么办。真的不知道怎么办，从来就不是一个很有主意的人。我一直以为自己这辈子会很平静的度过，心里也一直这么希望的。可是老天爷太不公平了。这件事情，你真的想听我的意见吗？嗯。那好，我们俩再说说。你呢？我觉得啊，小王，你得冷静。人呢，越冷静就越强大。什么惊慌啊、愤怒啊，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，只能有害处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我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，这我做不到。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不要去找那个女的，闹是最没意思的，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当然了，另外还有一条特别重要，是最重要的。什么？你呀，千万别把你丈夫放在眼里。明白了，你说的对，陈岩，说的好，我听你的，真的。要不是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没那么严重吧？真的，你不知道，刚才马尔福那么跟我一说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眼前一黑，心跳的厉害。可现在你这么一说，我现在就觉得好多了。没什么可怕的。我怕，我还真是有点怕。没事儿，不是还有我呢吗？先喝点热水，我去趟厕所，好吗？嗯。小北，你回来了。嗯，陈岩呢？他上厕所去了。哦，坐。好，我有点事儿，来找陈岩，想让他帮我出出主意。你可能知道，我和我丈夫，我和他，怎么了？说，我这个人没什么主意，还糊涂，有时候还钻牛角尖儿，所以就想找陈岩来帮我分析分析。他懂什么呀？那你可别这么说，你们家陈岩特有水平，他脑子很清晰，
什么事儿经他一说吧，就清楚了，我也觉得自信多了。其实我和他年龄差不多，但是他思想要成熟很多，不像我，我糊涂，有时候还笨。你看，你多好啊，多有福气啊！什么事儿都不用操心，只要听他的就行了。小北回来了。嗯，听见了吗？人家夸你呢。我在和小北说，说你帮我出主意，谢谢你帮助我呢。嗨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你看，你们俩多好啊，多幸福啊，真是让我羡慕。不像我。你们都回来了，我也不打搅了，我人也觉得好多了，我先走了。好，再见啊，小北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再见啊。哎，那不送，有空来玩啊。哎。干嘛呢？啊，怎么了？不是，这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今天是我单位碰上什么事儿了？啊？做饭呢？我不吃饭。那你想干嘛？你不是特有水平，特能分析问题吗？分析分析啊。分析什么呀？什么都行。那你到底想干嘛呀？对。分析我，分析我。哼，哎呀，你呀，你真想听我说呀？说。那我可真说了。疫情就能说，和我就不能说了。说实在话，小北，我跟你啊，就是说不出来，没办法。那好，那你走吧，找汪丽琪。你走啊！我不想再看见你了，走啊！哎呀，你喊什么呀？你让上哪儿去啊？你不走是吧？那我走。哎，我走。你别走，我走行吗？走。你让我上哪儿去啊？找汪丽琴。咱别闹了，先别胡闹。我走。
陈岩不在。喂，哎，喂喂喂，你别挂呀，你别挂，你听我说呀。嗨，我呀知道你对我不满意，可我总是小红她爸爸吧。你看，你们母女俩在美国，我在这儿，这算怎么回事事儿啊？哎，你稍等一会儿，等一分钟啊。喂，哎，你别挂啊！你听我跟你说，我去美国的事儿，你还真的抓紧办，要不然咱们这一家就没法团圆。我一个人在这儿太寂寞了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有多少人可以等待？当爱情再也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吐了啊！嗯，吃吧，吃吧。我笑你，你二，你是不闹不舒服你，对不对？
小姐，请问。啊，你好。请问一下，有位叫果青的吗？果青？哪个果青？是一位摄影师。啊，是不是新来的那一个？有可能。哎，你就是橱窗外的那个女孩。请跟我来吧。好，谢谢。是他吗？好像是。那我先撤了，再见。谢谢。哎。你怎么找到我了？啊，怎么找的？来，坐这儿，我给你倒点水。啊，来啊！你终于还是把我给卖了。我本来啊想打电话跟你说一声来着，可我这一忙就给。没关系，你现在在这儿工作。是啊，哎，来，你先坐着啊。我这等活还没完呢，等会儿完了以后我再过来。好的。那水就在那边，你自己倒一下。行啊。好。我完了就过来啊。行。来，干活了啊。是吗？啊，我刚看见的，没错。哦，哦，哎，啊，你不去看看？我先给小北打个电话。喂，哎，请问朱小北在吗？啊，不在，他去哪儿了？哎，我是他爱人呐、啊。那麻烦您师傅，如果看着他，让他马上给我回一电话。哎，好，谢谢，哎。看看你，不行，你这件衣服不行，这颜色太白，就你跟这背景啊太靠。你里面穿的什么呀？这件行吗？哎，这件行。哎，好，这颜色好。哎，这个衣服做好了，拍出来肯定青春靓丽呀。那好，这衣服记着了。可以。哎，对不起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我有点紧张。你紧张什么呀？来，你先起来一下。我把灯放这边，你就随便这么搭上就行。啊，对。这样行吗？对，随便，你就随便动啊。哎，对，这样好。你不是在工作吗？现在给我拍照片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啊。有什么问题啊？我工作已经完了，我现在是专门给你拍啊。还有，我现在有一想法。我一直想跟我们老板说，就是啊，我想啊，搞一项叫人物写真摄影这么一业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所以呢，现在是专门给你拍，啊，真的没问题，真的没问题啊。
哎，对对对，就这样。哎，随便动啊，随便动。哎，陈岩先生怎么样？哦，他挺好的。那你呢？我天天就是干活挣钱呗。你不要出影集吗？是啊，当然出了。你帮我出啊？啊？哈哈，得寸进尺啊你。就这样，哎。哎，我怎么一说你又不笑了？你这么说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你就随便点儿，啊，算了，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，你就随便动啊，怎么动都行，就感觉没我啊。好，对，好。哎，我离开出版社的时候，把你的相片都给陈岩了，你看见了吗？没有啊。啊，对了，嗯，出版社有你一封信，我把它交到人事处去了。谢谢啊。这样，咱们啊，换个方案，啊。哎，这是干嘛？等会儿你知道了。哎，对，就这样啊！冷死我了！忍什么？都是这样的啊！飘逸的头发，哎，对，好，好。你看没看人家拍那个洗发水广告都这样？哎，这飘逸、青春，哎呦，真好，真好。对，随便弄弄，随便弄弄，哎。什么呀？你自己看看。咱们的房子。那是。我跟你说啊。嗯。我在刘主任看过图纸，大概就是怎么个样子啊？这小的，是这个一间房，大概11平米，这大的14平米。我呢，我这么想的，你看行不行啊？用这14平米，这稍微大点做客厅。嗯。你同意吗？啊？可以啊。但是有一问题呢，这间小的朝北，一点阳光都没有。嗯，咱们俩倒是没问题，将来要是有孩子的话。胡说什么呀？啊？早着呢。不是，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啊。陈岩，我要是不想要小孩呢？为什么呀？我觉得现在挺好的，自由自在的。那人总得有后代吧？陈家的后代？你看，怎么是陈家的后代，我们俩的后代啊？哎呀，你这画的什么呀？我都看不懂。嗯嗯，那这儿吗？卫生间、厨房，这个当厅，这还一大凉台。喂，哪位？喂，哪位？喂，杜导演在家吗？是他家。你是哪位？啊，请他回来，让他给红旗宾馆306房间回电话，有事儿，谢谢。哎，哎，你叫什么呀？Thank you.
还没回去。哟，你没下班啊？啊，我这。你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我给那谁拍的啊，要不你看看。这是那个我前几天吧，在咱们棚里给他拍了，但是我感觉都不好。这什么时候拍的？这还是那时候我在出版社的时候给他拍的。他吧不适合在棚里拍，棚里拍那感觉呢，我也觉得不是特别好，所以我还是觉得接近大自然或者那特别随意。其实我也是特别适合拍那样的东西。不错，我觉得这张不错。要不咱开一个人物写真这项业务？你是老板，这事儿得你定。那我现在就定。我觉得按这个风格绝对可以。哎呀，这老板就是老板啊，高瞻远瞩啊。夸我吧你。没有，我哪夸你啊，我这是吹捧的。我可不用你吹捧。哎，我说你以后别老您的您的行不行？我怎么听着别扭？那是因为我特别尊敬您。别逗了，我多大呀？在我眼里，我感觉你比我岁数还小。你可真会拍马屁。你不觉得这拍马屁是一种美德吗？我觉得呀，你是个老油条。哦，我像老油条？啊，对了，咱们说正事儿吧。那什么，咱们如果要搞这个人像摄影啊，现在设备还缺点儿，最主要是缺一个90的一个人像头，但是这个头挺贵的。那什么，我呢做了一个预算，你看看。这大概需要多少钱？大概需要50000多块钱吧。但是你放心，这好东西啊，它就是贵。你明天到财务去签字开张。好。你还挺信任我呢。这是我在你身上下的赌注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给你赚回来。哎，你什么时候给我也拍一张这样的照片？你要拍照片，那不随时啊。拍成这样？你要拍成这样的，我的技术没问题啊，那就得看你的表现了。你的意思是？我得跟他一样。我觉得要拍你不能往这样的拍，这样太灿烂了。因为我觉得要拍你，你有你那种女人的美，你的美是一种成熟的美。要拍你一定要拍出那种成熟的味道来。得，你打住吧，再夸就假了。我没夸你，真的，这是真的。那没事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明天别忘了开发票。一定。国清啊，我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你说。你跟他是什么关系？你说谁啊？你说他。他。这可是我们同事的家属。哦。你想哪儿去了？我走了。接待，孩子是爱情的结晶啊，没有孩子的婚姻是，我觉得是不完整的。你听见了吗？嘿嘿嘿，哎，我觉得咱们俩的孩子将来一定会挺漂亮的，你信不信？你现在
束。在身边静止晃，想象幸福的对面却暂时遥远。记得当初我们坚持一生不变，直到某天长了泪水的线。奢求太多，直到失去了幸福，彼此无法解脱。认为自己在爱，以为爱爱太，不知什么时候已被你伤害。挥挥如岁月的往日。